新北市中和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名中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，与朋友聚会饮酒后返家途中，因闯红灯与谢姓男子驾驶之公车发生碰撞，机车全车车损严重，公车前方保险杆受损，中男身体则有多处擦伤。1月17日上午接获通报，本辖永贞路与中和路口发生 A 柱车祸，到场的中心骑士骑车与公车发生擦撞事故，身体多处擦伤，机车严重毁损，送医治疗。中姓骑士酒测值为 0.44， 经查骑士昨夜与朋友聚餐后返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将依涉嫌通过危险函送侦办。